啊，有了，叫了，有闪吗？你的没有呢？啊，我还没按呢。我的闪了吗？你确定？你的有闪了。这样现在天气更好，赶快。嗯，走。不大对劲啊。哪里不大对劲？要不要去山顶？我刚刚就跟你讨论啦，还不大对劲，有什么不大对劲？因为现在。啊，还是没看到绿色屋子的话，就不要去山顶。哦，好、啊。说不定要更晚一点。应该说，现在重点是我们发现黑鸡旁边的很漂亮，所以要录到黑鸡啊。那山顶呢，我们也拍过了。其实这样也很漂亮，我们该这样也来一张。然后现在又有蓝天，我来环景一下好了。哎，黑鸡餐厅，我们这几天都在滑黑鸡，有蓝天，有蓝天的黑鸡，怎么今天录的不是很好？我一直抖动，我再稳定一点。有蓝天的黑鸡。这里有一片平台啊，你有看到吗？你说有什么平台？这里树后面平台停车场啊，有啊，我走好走。
家自己做汉堡排。其实我也想买一个东西，就大创有卖，好像300块，就是把洋葱丢进去，然后拉拉拉拉几下就变碎那个东西。Chopper 是不是？我就可以自己弄那个啦。哼，哦，你觉得我做汉堡排不好吃吗？那个拉拉拉一部分。那你帮我切洋葱啊，要切很细，我眼睛很受不了。人家教的那种什么先画几刀后，然后再弄那种，我都觉得它还是会散开，不是很好切。嗯，好像很亮，但是你要不要回头看这边啊？不要，还是不想。轻松一下就好了。
刚在这不就看到了吗？看到什么？下面一整片的黑景，现在有隐隐约约看到了。站一下好了，站一下。不够。站出去。清楚啦，那有一块太阳，就这样好了。好，想要拍吗？没有。拍什么？拍照。拍照？没有。你要最清楚的可以。没有，现在最清楚，刚刚更清楚。好，可惜没有。那走吧。我先。Thank you.
来。啊，你眼睛好远啊！再好一些。核磁共振恐怕很难。